嗨，今天呢是星期三，对，社畜的日子又过了一半了，普天同庆。我上个礼拜刚从台湾回来，所以这礼拜算是一个 catch up week。 我在工作的朋友应该都懂吧，就是那种假期后的症候群。虽然说我回台湾的时候也不算是真的在放假，可是就毕竟不是在，就你知道香港的 office 嘛，就有点像你如果出去玩了一个礼拜，然后回来要重新 pick up 所有工作的时候，那种会很惆怅的感觉。一方面觉得哇，我的假期真的结束了，然后一方面是觉得，我今天早上想来吃神早的吐司，你看，这是 Eden 给我的礼物，死掉。这个是陪审团他们出的一个早餐品牌，口味是奶黄芋泥。微波解冻。看会不会有调整，因为等于说这边在对合作内容这边，因为我解释一下。这是我最近的爱用口红，色号是12，秋沙浪哦，初恋的什么东西。我刚很快跟法务开完了一个会，然后我现在要准备去公司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任务，就是我要把我之前我今天要把我之前在台湾买的一些伴手礼带回去。然后伴手礼呢，其实主要是食物。我买了一些就是香港比较难买到的一些台湾味的零食，九层塔味道的可乐果乖乖汤包。我知道这个汤包在香港可以买得到啦，但是因为我上次就是去逛超市的时候看到，我就带了。我带了金黄玉米、火腿玉米，还有这个川式酸辣汤。下一个是这个尼静斯的超爆水面膜，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面膜啦。然后这次 Witty 有请我帮他代购，所以我就多买了一些回来，然后也有分了一些给朋友当伴手礼。再来这个伴手礼呢，是我从大学的时候每一次回美国回学校之前都会买的，就是微热山丘。因为我个人对于凤梨酥我不是很喜欢吃甜的冬瓜馅，我比较喜欢吃那种有纤维然后稍微酸一点的凤梨馅。吃过一次之后，伴手礼我大部分都买微热的。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垦丁，然后回程的时候我就顺便跟我朋友去博二那边逛了一下。你相信吗？我身为台湾人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去博二艺术特区。那天天其实真的很热，然后我们就这样绕到后面看到有一个船坞的造型，然后那里就是微热山丘它的一个旗舰店。进门的时候会有服务人员问你的 preference 啦，然后就会奉茶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糕点，像我自己喜欢的凤梨酥啦，或是我之前吃过苹果酥，还有他们最近出的那个水果月饼，你就可以吃喝个茶之后，可以去旁边选购这样子。然后现在他们有出这个中秋的双层礼盒，这次他们出的两款结合了台湾在地水果的月饼呢，一个是凤梨奶黄月饼，一个是红玉苹果月饼。然后这个双层礼盒里面除了两款月饼之外，还有凤梨酥跟苹果酥，所以就是一次送砍送到心底啊。刚好再过不久就要中秋啦，所以我就也带了一些月饼跟凤梨酥回来，想说分给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们。对，就是带到公司啊，而且我们最近公司来了两个新同事，虽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愿意入境，但是对，就是有新同事哦。然后我今天会碰到 Serena， 就是很久没见到她了，她最近也是空中飞人，飞来飞去一直在出差，所以我想说带一盒月饼送给她。哇，不够给耶，糟糕，我的朋友怎么这么多？哦莫。我今日有化妆都可以拍，因为我昨天有跟他们说，我今天要拍片哦，明天妆发的自己处理一下，因为我今天去了实体见客户，所以如果不见客户的话，应该只是涂一个防晒就回来了。我还没有内场成功，我包我包。For now it's fine, waste of our time.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. 欢迎 Witty 来我的频道。
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？你不用欢迎我。我说你要不要帮我试吃？他说好，要收钱。这是他们这次的那个中秋双层礼盒。双层的？嗯，有多少个？它里面有两款月饼，然后有凤梨酥跟苹果酥。但是本来大家是知道它有那个凤梨酥跟。他们家凤梨酥很有名哎，我真的从大学买到现在。我先拆一个红玉苹果好了。那你猜那个凤梨奶黄？凤梨奶黄。我们先吃常温的，然后等一下我想要把它翻热。对，我是美食家。它这个很好装哎，而且你看它上面的字啊，是写说 from fruits to delights，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是用很多台湾的水果去做，他们就先想把台湾的这个元素，然后就是送礼送出去的感觉。哎，那你吃这块。那个还没来。还有苹果。OK OK。嗯，它有一些像是。莲蓉的那个感觉，苹果里面有加地瓜。嗯，哦 ，Cheers 啊 ，Cheers， 这个是凤梨奶黄。我不是一个喜欢吃奶黄的人，可是我觉得它凤梨那个纤维有中和掉那个奶黄那个腻的感觉。呢两个好特别嘅系，一个系有嗰个莲蓉味，但系其实佢系地瓜加苹果。嗯，然后呢个凤梨咧，佢有头先 Cynthia 讲嘅嗰个。凤梨的纤维啦，但系咧佢有好香的奶黄味咯，唔算好甜咯，但系比起传统月饼系会有多咗一份清爽的感觉。啊，但系咧苹果酥佢上面系有一个糖霜的。你真的很执着的美食家。是吗？这个奶黄味好出咯。可以吗？这个，你先吃这个，我们刚订过了。好，比较健康咯，系地瓜。莲蓉系好多糖噶嘛。系啊。菠萝系咪似凤梨酥？系啊系啊系。因为我中意。哦，系啊。因为中意凤梨酥啊。然后上面这个花都是苹果花或者是凤梨花。我的新 accessory。唔好意思，我想公审，我想拎饼食。但係冇啊！即係食最後一包嗰個人係唔掉係咩意思啊？你哋咩意思？邊個？係啦，咁所以去到咧。最忙的老板娘，最难约的老板娘，没有，前两天立刻约你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开会就是有 delay， 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想说完了，我要迟到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今天会晚一点到，对不起。然后就后来发现，他比我还要更晚，晚了一个小时。我也是开会开到迟了赶过来。没关系，我们有食物来疗愈我们。这家韩国东西吗？没错。这是我自己本身很爱的一间韩国菜，是叫什么来着？新保罗。Thank you。真的好久没有出来玩了。努力工作的我们，我是社畜，我是全职打杂。真不开眼睛了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。然后这是一个很 random 的，等我找个印哈。你看，这边有看到吗？我在晚上长了一颗痘痘，然后我今天早上把它挤掉了。分享完毕。今天的体感温度是35度。结果我发现他有在看 Cynthia 的影片，我看到 Ian， 我有看，我看到 Ian。办公室临时饮料的许愿券，然后你要写什么？我要写西西里柠檬的柠檬尊，我要写感冒药了。Henry 写了3张给我，我全部都会写辛拉面。Golden Kiwi 是不是？我
先啦、啊。牛油果。Sunday, yeah, it's a lot of. Then 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.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. Is that what I mean?你食榴蓮㗎？係啊係啊，我好中意食榴蓮，而且最好是冰在冷冻库那种，对对对对对，我都没得开心。但我抽的都很烂，我都在台湾抽一些都是很烂，是就是比如我想抽到什么 Haagen-Dazs， 然后就抽到都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耶，什么缤纷乐那种。我们里面有很多新的，对，要三张，三张吗？嗯，第一个。菠萝糯米饭、牛油果、辛拉面、辛拉面，哇！可能三张都系三张，三张都系嗰个。好，我等下，我拿好了。菠萝糯米饭 ，QOO 白糖，白糖。提拉米苏。恭喜！谢谢您今天没有错手，谢谢。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来支持我旁边这个人，他的工作我无条件支持哎。嗯，我这个灯光照到你，谢谢。他们会看呢，我很认真工作，好不好？我刚刚才发现他的有些同事也会看我的影片，嗯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谢谢。什么意思？谢谢大家看我的影片。我谢谢请了我离开你。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. Don't flip, don't trip.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.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. Hi. 不好意思，美女，我在看小宝。你先走开嘛。对。你肥咗啊？咁我企你隔篱咯。我们等一下看。Aloha， 时间快晚上的12点，刚回到家之后一路忙到下午快12点，我还没有吃饭，所以我想要来吃千拌面，这个是我从同事的手上搜刮过来的葱油辣拌面。 Set timer for 4.5 minutes。宵夜，我现在秉持着一个不饿我就不会特别逼自己去吃东西，然后很饿的时候我就会吃，可是我会根据时间来决定我今天要吃什么。那其实像今天这种，我现在已经晚上12点了，我通常是不会再吃这么大一盘面的，因为我今天一整天吃的东西大概只有一个三明治吧，其他都是一些流质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没有力气，我有点没有 energy 了。嗯，看着汪都沦陷，这300,000的百姓安危于不顾，难道这就是你口中的一大局白状吗？女的。To have growing pains,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.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, babe.You don't know true love until